经典赛也是因为大家都太爱国太团结了，因此组头在全台各地输惨了。好，这一次的中和队垒组头几乎都开出荷兰，让中华队一分赌盘。不过因为我们球迷太爱国了，都下注中华队一定赢，结果呢中华队大胜荷兰，球迷乐翻天，全台的组头也输惨了。组头说虽然赛前不看好中华队，但是下注的人大概呢就有六成赌中华赢荷兰，但是中部地区组头就输了上亿，全台加起来这个组头输钱真的输得很可观。We'll be right back.